我们看看这题哦，看到一个 log 怎么算？麻烦你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OK，麻烦你把它改成什么指数？因为这整个3s 加1是 log 一部分嘛，可不可以？所以说你就整个把它改成指数，好不好？整个倒过来念，告诉底下自己2，上面几次？4次，会等于3s 加1，这样行不行？告诉我2四次方是几？16，所以3s 加1等于几？16，把一项算出来，x 就是几？5就出来了嘛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